有人知道我不是叫阿姑吗？我不是叫，有人知道我不是叫阿姑，这有点怪，有点怪。好，反正我的小名是阿姑。那所以呢，现在要，刚刚我其实我觉得不用再讲了，你们根本就很厉害。就，哎，怎么说那个车自动包怎么说？自动波。自动波吗？就是这样吗？自动波好。分两边呢，你从你这边，这边，然后你这边，啊，哎 ，hello， 好，好，那现在就要做一个动作，这样，咕咕，来一起跟我做一次，来一二三，哎，太好了，好了，我们的鼓手的脚快要掉下来了，所以要来了，那你们就负责咕。